穿这样的。前面梯子没事，麻花亭啊，就会一个麻花。就蹄子这样，一天掉上二斤啊，没问题。可不，你要回去了，来。穿这样的，这工厂里头老热了，真干事儿来着。这得在一种小吃的事情啊。预备。你要给这这个这是俺们不动有也不动
临死来讲，你享受享受这待遇吧。他妈这谁给你钱呀？那发质利率节约差一回啊？发质率在这块人对这个都还利润，这还差差，东北这根本就不管，东北这不管。别问，走。这干活的上高，小的睡觉，吃的睡觉，那就说。鱼呀。别再找他了，别再找他了。你担心我吗？干！我给你整蟑螂一副，那解决你了。鱼，有，他俩人，啊？啊，这咱这就这样子。这头叫唤的毛驴是公驴，公驴不甘心自己被杀的命运，把它卸下车蝈蝈秤卖了。公驴看到母驴了，上去就是咬人家。这头公驴见到母驴就是一顿咬，气得人家踢它。这头公驴太疯狂了，吓得母驴都躲着它。哎呦，这家伙这头公驴咬着绳子让主人放开母驴。这头公驴看到母驴又开始激动起来。驴主赶紧把母驴推走，这头公驴就不能看到母驴。四四百亩。夹着公驴嘴里是四四百亩。对。公驴看到其他母驴走不动了，不走了。公驴追着人家母驴。好，这驴到家了，你跑去。是。可小的还小母驴呢。不要走了。
死了五来张。打死了，哥们就来这儿了，给他放老稀。那准备锅，准备个大锅，给放些，给人弄的。你看这家伙，这功率这星这么大。嗯。你把门开，把门。我这大的不弄它。不是，这包上一桌煎卷的，我这我不当大家伙。啊！双胞胎。双胞胎一个高一个低呀。那张哥大哥叫了，那爆出来是缺氧了。行。把他俩分开。